要他不从选择不从选择不从人家是个男人的选择他到底装死不装死有他的一个故事我感觉你这个你有看来的我李超你的东家肯定是因为跟你干办事因为是李超你是一个智能人嘛我就听说控制控制的银行四个小马人谁来韩国你也送给我一副你也送给我一副你这样和你说是不是也有往前跑就是说是是不是往前哎是不是那个叫是不是往前是不是哎要往前跑了哎这一管你呢这么多这么多人是吧你不到你太方便去你怎么用这要想你你这是想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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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是炸了腿儿去了，他们也干，变成两个，别过去吧，别发亮去了，不当着你上岸去，打一早罗贝贝，你找自己师叔啊，谢谢他，慢慢的，不然慢慢的劲劲儿都给他打出来了。不是，你要把他站起来是跟林峰打，林峰他你跟说说。哈哈哈哈哈。那他是九，号子是圆儿。上台太大了。他们是你拍的。哈哈哈哈哈哈！我进来了，你他妈顶你了！我就是拍错一个东西。我能试试试试。出来就拍。拍苍蝇的劲咱俩好好聊，还能管理这儿啊？叫你站上后厨房，他北京啊，哈哈哈哈哈我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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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看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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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这个